现在这个家到处都充满了恋爱的酸臭味儿。甚哲啊，阿姨做了宵夜，想吃吗？想吃。走。阿姨跟你说啊，这不是酸臭味儿，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。我还不够大呀。千羽。嗯？我开始明白同浩为什么喜欢这里的生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啊。喜欢我就直接说嘛，干嘛这么委婉？你喜欢直接的呀？是啊。这是在家，注意点场合。你说你喜欢直接的？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找单俊浩的。唉，原来子谦想以这种方式离开，而秋董和林董也一直对我怀恨在心。子谦就算再恨我们，也不能毁掉父辈们的心血。连锁商超项目只是个开始，如果 Sunwell 一旦落入 Marvel 之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。我只是不希望官美开发项目被影响。太初，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。单夫人，不客气。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劝子谦了。云一。